95年属猪的，他那个事业该怎么往哪边方向发展比较好？95年属猪的。啊。95年属猪。他想选择什么事业了？你要告诉我的呀。一方面他是想考老师，另外一方面自己想在学校做嘛，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想在自己在外面就是做家教。我看一看啊。啊，还有一个方面呢，还有一个方面就想在外面做其他的。几年呢？属什么的？95年属猪。他做家教最好。做家教最好啊。他做家教财源滚滚的，哎呀。啊，这样啊。嗯。啊。很有钱的。啊。嗯。他这个人很有智慧的，这个人教书有，他有很有智慧，他教书特别能教的。嗯、啊。我讲话听不懂啊，我讲话。我听到，因为我在公交车上声音比较小，我都能听到，但是声音有时候比较慢一点。我就告诉你，没问题的，好了。嗯嗯，好。